看起来今天有人很开心哦。起重机查理、推土机比利和挖掘机艾德，你们准备好开始了吗？让我们先来看看需要做哪些工作。看起来我们有一个巨大的球池和用来跳进球池的大平台，但我们应该如何登上平台呢？看起来我们要从斜坡开始，不过他们的部件还没组装起来，
但是我们怎么知道哪里应该安装哪一块呢？你说的对，我们应该按颜色来匹配，紫色、青色、蓝色、绿色、黄色、橙色和红色。这些部件可真大，艾德，我想你可能需要帮助。比利，你能帮帮忙吗？太好了，大家合作起来会让这项工作完成得更快。让我们从底部的紫色部件开始。下一步，我们把深的蓝色这块放好，这种颜色也被称为青色。啊哦，排在下一个的是橙色，但底座是蓝色的，我觉得这块应该是放错了。我想我们可能需要查理来帮助完成剩下的部分。查理，你能帮忙把剩下的部件吊起来吗？就是这样，查理，我就知道你能做到。下一个是橙色，但是查理，你能把它吊到足够高吗？好想法，先把它放在其他部件的顶部，然后让比利通过斜坡把它推到顶部。差不多要完成了，朋友们。但是我们需要哪块呢？我们已经用了紫色、青色、蓝色、绿色、黄色，还有橙色，接下来是红色，就是它了。好了，坡道已经完工了，让我们去玩玩吧。小心，朋友们，你站得很高哦，谁愿意先来？哇哦，艾德，那看起来很有趣。该你了，比利，你做到了，干得太棒了，朋友们，谁想再来一次？太好玩了，回头见，朋友们。查理、艾德、比利，你们好呀，一起来玩吧。今天我们要做一辆糖果卡车哦，我们开始吧。先来找一找各个部分在哪吧。首先我们需要四个轮子哟。真棒！现在我们要找到车门和车里面的架子。哇哦，伙伴们，你们太棒了！查理找到了后车门，艾德，你来给车安上吧。现在查理可以安上侧板了。现在已经很像一辆糖果卡车了，
但是里面要装满糖果才算哦。艾德做得真好。比利，你需要我们帮帮你吗？查理，谢谢你。看起来非常美味。让我们用糖果来填满卡车吧。我们也需要这些。太完美了。查理，你拿了好多糖果拐杖啊，能装得下吗？太棒了，刚好可放在车里面的架子上呢。现在只剩一点了。成功了，糖果车可以开车了。我们下次再见。